黄宝进，你这样火车会坏掉哎、欸。黄宝琴，你要敲好听一点啊！你不是想要敲大鼓阵吗？大鼓阵我不想敲而已。你不是有看过庙会，嘣嘣嘣嘣嘣，来这样敲看看，拱咕隆拱拱，咚咚咚咚锵，这样子好了，你敲过年歌，咚咚咚咚锵。一只给弟弟，一只给弟弟，一只给弟弟。秋香那个也是一样吗？你一只给弟弟好不好？一个。来，一只给弟弟，一只给弟弟的黄宝琴。一只给弟弟，一只弟弟的，快点。黄宝琴，那以后我不跟你敲了。没有，不然哪只是弟弟的？那一只脏的那一只是弟弟的，给弟弟，快点。对，这是哪一只？这只，这只弟弟的，给弟弟，这只给弟弟，来拿给弟弟，这只拿给弟弟，来弟弟给你。你要打到自己了。我那个装置用到地板。是啊、哦。一直用到。一直用到地板哦。那你们，哦。等一下，你们这样敲太大声，会吵到邻居哎。好了，不然不要敲好了，我们早上再敲好不好？晚上敲会不会吵到邻居哦，好不好？太大声了，这个太大声了，这个鼓太大声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早上再敲。这个吗？啊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那我们敲这个吧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行，那我们就收起来了哦。